哎，各位观众、小朋友、大朋友，大家好！这里是新竹縣游泳館，现在画面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长形巨龙滑水道。哦，这个度大概有15公尺长，包准你从上面溜下来的时候，惊叫有够爽快。来，我们从头看到尾。哦，巨龙。所有的小朋友都要从后面的入口上去啊，这边有地垫，从这边脱鞋啊，然后爬上去啊，这边会有地垫，地垫都怕你滚下来啊，攀爬的时候注意哦，要慢慢小心哦，一阶一梯，眼睛看着阶梯慢慢上去啊，还有指甲记得剪哦。待会我就上去玩给你们看。